been feeling trapped down on the floor. I don't know what for. Feels like I'm running low. Silence takes a hold. I can't let it go. Chin up, no one knows. But I won't let the stormy seas throw me in open water. Let me have my peace and leave me to tomorrow. Wind into my sail, away from things I let go. Floating.这里就是火车站，这里可以买票的。5:20，你可以啊？可以啊，第六号车站啊。Okay. 我们去，他讲可以上好。哦。让我们去找看我们的那个火车不中。Yes。六号车站。出发。直接拿我们印好的纸出来。就可以了。嗨，这个是去合宅的。哦，我们是了是了，看到了。那个人是没有睡醒是吧？这个我们要去的三号。2:10九和十，我们去找吧。找，看全部这样找都很忙。那我的很配合这次的。嘿嘿。啊。七号。OK， 我们继续走。这是二号车厢是吗？还是三号了？我们是二号。啊，你不知道这样哦，一样啊，二号、三号都一样哦，都是 aircon 了。很高哦。那所以要小心哦，扶着旁边。哦，非常的高。哦。他有讲了，那个是三号厢。哦，看可以自由的穿梭，不要小心。这是。啊、哦，不懂，一个位置来的。是、哦。很多。这个也是一个位置。小的位置。这是应该是工作人员坐的吧？我觉得。对对对。哦，有人。哦。原来也是可以过去。我们去看我们位置。是的。啊，厕所呢？没有看到，应该是在最前面吧。嗯。这很是位置有限。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有 number 在楼上。我们是这个哎。嗯。我们是这个。112在这边。我们是90。对，90。这是我们的位置。对。好，然后简单介绍一下，那这个来给他们介绍。有点窄。有点窄。是。你可以拿着。OK，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走廊哦。像我一个人走吧，有两个人的话稍微窄一点。窄一点，然后还有灯。
灯哦，有这样的灯，就看到完全不 了。然后这个可以开起来了。九号、十号的位置是很好，可以一起坐。对对对，我们是可以一起坐。只是呢，我们的闺蜜呢，就是11、12。这个就11、12。可以不用跟谁坐啦，这样我们等下看喽。可以收起来。它没有得开窗。很哦。而且楼上它也是没有得收。这个会顶得到啦。你要爬上去睡也可以，还意思说。啊，对，要爬上去睡也是可以。都试试看喽。这边没有什么东西啊，就是个椅子啊，一个灯，一个小桌子给你。就一眼看完。对。然后厕所是在前面。厕所蛮清洁的，这小间喽。是的。嗯，好像有飞机上上厕所的感觉，还有洗手盆在这边，另外一边。上厕所，走吧。不，要拉。哇，这边很重。很重。好，这边。过去。我们是看能走过去吗？下一站就是峰山了，峰山呢是这样子，就是 restaurant， 对，这是峰山，峰山的座位很小，可是它可以开出去外面，就是这样透过去。会比较窄的吗？我风扇会比较窄。你好。这里就是洗手了，只是比较旧哟。哇，可以这样踩。什么？就是这样转转，然后还有旁边的风扇。比较小。所以风扇给你们一眼看去就是这样。So， 我们走回去，我们。再走回去。厕所呢？都是这样子的。哎呀，是一样。哦，他们是尊的，我们是坐的。我们下去哦。Mind your step。喂。我们去回我们的冷气的呢。研究，然后你在研究什么？我直接就讲他上去，是，原来可以拉我。哦，然后就可以爬上去。哦，原来是这样。sorry， 我们是坐九号、十号。OK。我们隔壁又没有人了。有啊，去找 member。去找 member 啊！哎，你试看爬上去一下，快。不要，我怕，不要。啊，我了我。好，我体验。我来看一下。我要脱鞋。肯定要脱鞋。脱鞋。自己家喊。哇，这样小个的。啊，是。啊。明明得的那个位置。我要挑战火机。玩来玩去啊。很稳的吗？稳啊。很高哎、欸。斜的嘞。很高。等一下我能下来吗？哦，能了啦，跳跳下来啦。不怕。这样不要上好了。哎呦慢慢来。
可爱哟、哦！哇，很紧，我他一只脚，我换了另外一只脚，我就不知道。其实它是可以两个的，要开两边，然后你上手比较容易。哦，原来是这样。啊，是要比较容易吗？哎、我开边吧。那我想算。然后再拆过一次吗？不过因为刚有人手，没有去开啦。原来是这样。哪两边呢、啊？不、okay. 哦，真的是啊。哇，要爬过啊！加油啊，有一点那样，你看，哇，哎、很稳的，你知道吗？你们不要以为啊，这种悬空啊，算是悬空嘛，啊，也不算是完全悬空啊，哦、前后的。上面我拍给你们看，可以放东西的嘞。哦，我没有注意到哎。嘿，它上面可以放东西了，它大梅在下面。这也是可以调灯，哎，哎呦，很搞心啊！啊，哇，很快哎！我是用这个爬上来的，噔噔，鸭子啊，有人来卖东西。你要买吗？看是什么的。哇，很多人买东西。椰子，我帮你去这边。嗯。开心哦，我。开心耶！我来看卖。虽然是讲要自己准备食物啦，不过偶尔都会有人来卖东西的。可是他是在停站的时候才卖东西哦。嗯。所以他等下会走差不多两个小时。多，然后才到一个站，没有错的话，嗯，我们也不知道我乱讲啊，你们自己讲的。现在还没有出发哎、欸，迟到了，本来是6:05开始，现在已经6:30了嘞。嗯，多早来也好，可以拍照吗？嗯，对对对对对，体验一个体验，你迟来的话，你让你赶赶时间，尴尬拍照啊，尴尬拍照又尴尬拍照。我们对面的做一个泰国华侨、嗯，泰国华侨，泰国华侨，他是会讲广东话，对，对，我哋识少少，识少少，笨鸡，哎呀，买东西，很多人买东西耶，当然啦，哇，又回来了，镜头，因为他没有来过 ，OK， 那还没有来的时候跟你们分享，看我这套服装。美吗？美吗？嚯！它是在泰国买的哦，泰国一套250磅，很值得，很舒服。大美也是有，是哦，一套。在哪里买？大美是在杂志展，不过稍微比较贵一点的。要真的是比较便宜的话呢 ？Redon 啊。啊，买水吧了先。啊，买水吧了哈。啊，买水吧，买水吧。啊。你要三米吗？买吗？是什么？那你要三米吗？米粉啊。那个是什么？那你要馍哈？是糯米，糯米鸡肉啊。哦。哦，糯米鸡肉什么？啊，糯米，糯米。糯米鸡肉。嗯，来吧。要吃干吗？啊，吃它。吃的。哦，它来的。我吃出了好吃。60克。60。啊、哦，一包系嘛？啊，一包鸡肉啊，啊，鸡肉啊啊，五拿五，你拿钱，啊啊啊，哈哈，鸡肉啊，啊 ，OK， 开个啊，你睇下，噔噔，啊，你好，十八。ขอบคุณค่ะโอเคเชิญนั่งแล้วคุยได้ภาษากันครับจ้าเชิญค่ะกี่โมงออกกันเนี่ยแม่ไม่ไม่ไม่มันโก้这糯米猪肉饭啊糯米猪肉饭很快我觉得那个位置很爽是的来来来来 K K 还有给一个三杯啊三杯啊嗯因为我们都不会吃啊我试看是不是三杯啊哦，辣椒，辣椒，嗯，我不会吃。OK， 我可以放在这边。嗯，可以啊。阿彪，你开心。
这个给小麦开啦，开箱的东西，来。哇，镜头转回来了已经。哇，大包哦，很大包哦。68。是哪些人买的？不是吧，糯米，糯米也有株洲版呀，我们看看。哇，好料哎！很香哎。不过有一点营养，因为它是糯米，不过有一点烧烧。它应该是早上早做了。哇，第一次吃哎。它辣椒会很辣。啊、辣，我觉得辣。讲烧肉糯米饭、啊、烧肉糯米饭还烧上了，虽然还是烧一点、嗯、它这个床头哦，还有很好吃，嗯，它这个咖喱啊，多畅油畅好吃 OK 可以冰冰，那没裂吧？เราก็ได้ใช่ไหม？ทีนี้เวลาเลทคือจริงๆนะครับตัวผมน่ะไปเซอร์เวย์กับผู้โดยสารมาท่องเที่ยวนะครับรถตัวนอนใช้เวลาหนึ่งไปกับหนึ่งชั่วโมงนอกจากทุ่งนาตะวันเนี่ยเขาทำเป็นจุดเช็คอินที่เป็นต้นไม้หลากสีนะครับเรือต้นไม้แห้งแล้วก็มาพ่นสีแล้วก็มีปลูกดอกครับ现在我们停在其中一个站，然后这个呢，这个是新的火车站，刚才有拍。然后现在你看这边，你看人家卖东西，很大位哦。做 aircon 呢就会比较大位哦，说可以拍两边。哦，可以拍两边。对，现在在分行程表，我们不懂有没有啊？像英文啊，还是什么？还是泰文罢了。泰文的话，我们就用 Google Translate 了。他在那边跟人家解释那一个行程，他们有，我刚刚过一次。等一下他们来。好像只有泰文罢了，我不懂啊，还有两边来啊来啊 Thank you English okay. Oh have English English Okay 没有 English 哦，他给你泰文哦，还要找人家，这鸟我自己拍吧。啊，我啥字来？可能他叫人吧。因为你讲 Thank you， 他才知道你是外国人。他这边有单。哦。他有给英文的版本。对，这个比较有意咯。啊，其实有两个版本，所以如果是你们外国人，现在也不用紧张，可以来这边是跟他要求是英文的版本。不过你们可以看我们的影片，那我们会给你先。OK， 好。OK。但是有的去看鱼的 dolphin 呢，还有坐车，你看还有可以去 aquarium 啊，然后还有去 fish 喂鱼啊 ，Barsa Museum。Relax 版，它一个很大，应该是，还有 water， 还有外部的，还可以看去喵。哦，全部都是在那个 dam 那边的。哦，那它 shutter 是70吧一个人，然后最后的时间是2点，这样，然后还有这个看这个 dam 的应该是，嗯。
那这边呢，他就会跟你讲怎样。OK， 看我们影片。今天有一个在报道，好像在抽奖。那你中你的号码可以得你的 stamp 嘞，还有幸运儿。能不能再找钱，看有没有20亿，然后可以得到他的礼物。20亿有吗？有吗？有吗？50亿就有吗？亚亚了，啊亚亚，12。没有够，没有够，还没有人。还有那个啊，我的钱包。很难找啊，是。一二的单啊！哦，有人得。一号我都有，一号我有。快快拿去，可以。扫命。好的，两三，快快，有一根啊，很爽哎、欸！我三哥，走，哪里要叫哦 ？Don't know, is it half？ 我很爽，他们。我会找长沙的 OK 吗？OK OK OK Thank you 考风卡 Thank you 这个是吗？โอเคครับไม่ฝันนะคะมาผมใจโอเคครับก็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นะครับว่าทุกท่านรางวัลพอไหมครับพอไหมครับทุกคนไม่ต้อ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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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ไม่走到前面，其实他们要到下一个环节的游戏了。可是我拿着我的钱，因为他们讲你的钱只要有1-2或者是2亿就可以得到礼物。我就走下去前面问他还有吗？然后他就说我这个，好呢，哇，可以吗？你看，这是一个纪念的邮票吧？应该是，嗯，哇。他就讲 OK OK 哟。哎呦，这个他们会搞一些活动在那个火车里面。哇，这个票挺好，多少钱呢？四十吗？应该有。包邮，包邮。包邮。哇，全家过线了，我们。好了。哇。来不及，很多人去不到哎。还有这个。
可是我一个都看不懂。听不到你讲话了咯，很大风。啊，外面很大风。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最出名的景点了。嗯，就是在那个水上的火车，现在就看到很多个人在 standby， 这应该救你啊！所以我们是怕有游客掉下去还是什么啦？做安全措施绝对是很好。你看、啊、这里是弯角，你看它火车是整个是斜的，哦，它火车是整个斜，你看它的弯角那边，我们是这样弯过来的，哦、我们整个是斜，其实我们身体是斜的。对，可能你们看到没有，这样斜，其实它真的是斜于这边的。所以不能直，不能直站。OK。很美啊，这边拍过去很美。很美很美。有人看到吗？你看，哇。哇。我们去车头。好，我带你去车头。好。这比较美。Hello， 我来这里。来，我们来这边，来车头拍是最美的。Yeah. 火车差不多要回去了，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站在火车的，走在火车轨道。对，走在火车轨道。哇，这边没有这样吵，小妹可以很认真的分享。哦，叫了，他们叫了。火车已经叫了。OK， 我们现在是在那个大水坝，泰国的那个曼谷。在那边开始坐火车来到这里了，这就是曼谷的曼谷大水坝，不是、啊？总之，这个就是泰国大水坝，泰国。然后呢，这里是我们的那个火车呢，是停在中间。你看它有一个斜坡的这样子的，就是它是有一个弯的沟呢。然后这里可以它停在一下子的时间给我们拍照而已。对，所以要争取的拍照 video 很快。对对对，什么东西就拍就对了，不可以错过，就这样。对。好，哎，那边有什么东西、我这边是觉得可以很值得，你们可以来那边体验。不过你们要在如果一下火车的时候，要尽快的赶到它那个车头的位，因为拍照时间很 limited， 可能花快点下车。因为车头就是唯一可以拍到它的弯角，嗯，可以拍到弯，比较美，可以拍错，对，那个车头是这样子。可以，可以，我们啊，等一下会去一个另外的景点，对，我再分享给你们，嗯，嗨，拜拜。